要不这么着，我是去了30年，一顿他们的饭也没吃过，这样一顿饭也没吃过，让老说一顿饭不管你。哎，没吃过饭吧，都是粮食走。是是。哎，没吃过饭都是粮食走。哪个不知道？晚上也不是让你赢的。我是中来的，你别说哪种，我中来的。哪中来的？哪中来的？不是，我这都是俺两兄弟媳妇的，我赢的了。别喊，别喊，别喊。咱那咱那个老太太和那老爷子在咱后面，没没有，能不走了吧？不要紧了，是咱爹亲自靠咱们告诉你，那我哪不知道？他的地在哪了？哪不知道？我的哪不知道？你的地在哪了？哪不知道？我的地在那，他地不是我问你，你的地？我本人娘家，人娘家，他们接种的呀。你哥他们种的。哎，他们种的呀。这怎么说不知道啊，老子？哪不知道啊？老头人家，谁家说老头说你住这还俺住这，老头你说俺住那这那哪不知道？谁家那不在说？谁说我哪住一块？你别说是哪住是哪块的，你住是你哥的，跟咱说了什么了？你这这这在这住，你找他去，你能找他去？你找他怎么再挖你？本期节目求助人郭大姐，沧州河间市人，求助事由自己的耕地一直由父母和兄弟种着，现在父母去世了，想把地要回来，可是哥哥不给。那你还给我说，你说你要什么给我？你可是要什么给我？你不是我，你不是我弟是你也得什么？我也是要哥。要，问你弟啊。你别胡说，我不会叨，我不会叨。啊，好好说，懂真知。我不会叨，我亲姊妹俩这么像，你说你还这。我不是哥。哥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别不说理，我就不说理，你还俺告我的，这不是你这话说的吗？对了，我你说我咋我该死了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种恶人我不跟你说。你这说了吗？王大哥给你握手。哦，好，谢谢，我谢谢。你妹妹找来了，把我叫过来。他不是不收妹子，他不是。我看着都像，还能不是、啊、你看着像不是啊？不是不是，你怎么回事了？这么大这么大火气、啊！一提到要地的事儿，郭大姐的大哥一句话也不想说，帮大哥只好耐心的给他做工作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，郭大姐的大哥才答应回家谈谈。上回你这人心的话，你们对老子好一点了吧？做的那哥，你什么地方我不要，我要反手接过你们门去。喂，老师，你把他们给俺弄一回呗。老人怎么生活了？你给我讲讲，你别着急。老人生活了，老人是仨儿，不是？老人三个儿，三个儿在老小娟家，你一看看你不要了，不要老人没法住。他一寒家伺候我伺候，朝外提定，吃饭喂饭。老人这后年，这后来的半年要病得炕了，瘫得炕了，朝外提定喂饭我去，病得这样呢，直接走走不进我爷的，咱们直接走不进。你问问那个给我一个馒头吃吧，他接过去走我一天吧。不行，你听两天，我听两天，给我老人一分钱吧，给我俩老人一，这爹咱娘死了，咱爹一分钱，你给我咱爹一分钱，咱爹跟我说吧，给我一分钱吧，咱娘早死了10年，你们管我一顿饭行，你们给他买个一颗糖也行，这趟我要说了瞎话吧，我爸不是姓郭的，不是你孩子，你就不是家，要不然要你们，你们跟人拼命，你就不是家，对老人什么样，你明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心里放不屁，这不让我大孙子了啊。我管了没有？给粮食了没有？咱这么说，你种了一年地，那不是你是给粮食？你种了20亩多地，你给不是我给的不？给粮食，咱这么说啊。后来你管过吗？不是你问你给过一口饭吧？你给过一分钱？你别说这话的，我给不给你，你也不知道。这给你不是你这，那不是跟着你们你别说别在这，你是你说哥，你别说，你别说，他不是你，你胡说，不是你，我这我出来不行。不是你说什么是吧？再估计说你大哥也管过，我都管过，比你他妈管多得多。别骂了，真是！你呸呸呸！我才嫌你是人，对了，你是人。你别骂人，你这孩子。这不打人了，怎么一会老这么？我操！我你是怎么着？你再说，你再说，你别骂街！你是怎么着？你再骂我了？老这回来吃不？你说。越说也不像话你，你别讲了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这么大岁数你得懂点，别懂点农村讲懂点事儿，咱不能行不行？对，我头两天说啊，我67了啊，我说一句笑话，他在家都死的，你说一说，要说别人说句话，讲这么惯，讲这么惯老人家。俺们哥仨呀，那客院上啊，那有厨房，俺们哥仨分家。啊，就那么着，哥一家子不和，家事不和外言，是不是、啊？哥们儿，老爹在这，老娘在这，俺家子分开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我教多少趟，俺爹好像头，我不过去。俺们这大兄弟找人啊，找人托的说的哪爹哪娘，他说：“爹，你干啥去？”
这不是你找人是要说我是吧？说我过去，是不是？你别托人去了，他是吧？我可得有眼儿，还得说什么大兄？我可得住到老。分家都是分到老小人院了，分到老小人院了，我老在一翻个房子，我那时候这个得回去，得回不去了。第二年六月呢，我得下了雨，我得连翻八了，八了当年是盖上，盖上我得连老人接过来了。你咋这远你起不了，你懂那个？你不要为这个，为这个姑太太也是为这个。后来就说老人生病干嘛的，你都这么照顾了。生病那个碰了腰肺，你大哥碰了吧？平常那个小的病，小点儿难没照顾他。嗯。这俺大病，咱们谈。这上那边也谈。他这平常他们也管。平常不是说我不说给你良心，平常吧，俺到过这过这的，过这过这咱们兄弟，第一个说要，俺那。有时候给个钱儿，这人家没事儿，给的是给的，没给的没给，是不是吧？就这你就说咱们谢对门儿，你走个差，你那老子叫我去吃那饭行不行？嗯，也没回事儿，和外人一样。我说什么？现在个人老子是在那听个人的笑，是不是吧？嗯，你老人吃什么喝什么？他跟着我，你这吃我喝我呗。郭大姐说，父母生前的地一直由老二种着，粮食也由老二供给。现在父母去世了，地却没有分清，所以就一直慌着。这个时候郭大姐提出老大老三对父母照顾不到，就想把地要回来。可是老大却说他对父母尽孝了，而老三也表示地